所有的创作人都应该是从阅读开始，我自己 也没有例外。你关照现实的世界，现实世界我们没有诸葛亮，没有诸葛亮这样子 的人，只有曹操，好多的曹操，那你怎么应付这些曹操们呢？就需要进入这个阅读跟现实的世界，一起来品读灵系空灵若梦的词情人生。每周五晚间11点，请锁定中天新闻《名人床头书》，李文一主持。阅读是改变生命的力量。